很多患者说，哎，问，他说做这个提肛运动，对预防痔疮有什么作用呢？我们首先知道，提肛运动呢，就是患者自己收缩肛门的这样一个运动。很多地方就建议患者每天要做提肛运动30到50次了，对吧？哎，这样说这样可以，很好的预防痔疮的。实际上这个存在一定的误解啊。提肛运动它是一个锻炼肛门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之一，因此呢，对一些肛门松弛的脱垂性的痔疮，它有比较好的作用。另外，提肛运动可以增强局部的血液循环，从这一点来说，它对防治痔疮是有一定作用的。但是我们也要注意，对一些身强体壮的年轻人来说，它的作用并不明显；而对一些本身就伴有错梗阻性便秘的人来说，提肛运动可能就起反作用，因为它的局部的肌肉本来就是增生肥厚的，它就松弛有问题。还有一些痔疮脱出伴有糠疹的患者来说，他的括约肌本身就是痉挛的，你再做提肛运动，无疑就是雪上加霜了。所以具体问题呢，还得具体分析，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来定。老年人身体弱的、脱垂性痔、肛门松弛的，我们建议你多做一些提肛运动。那尤其一些电脑族的这些缺乏运动的人，你可以多做一些这些提肛运动，这是很有意义的。